你今天剪那么多葱，你今天一天就吃葱，葱炒肉丝，葱炒黄瓜，葱拌饭。今天我会很冲动吗？葱拌蓝莓。3月24日，邓超在微博更新了自己早起动态，在院子里穿着蓝色羽绒服冒雨拔葱。负责拍摄的孙俪声音出镜表示，超哥今天剪这么多葱，这一天就吃葱了，并一连报了数道菜名，例如葱炒肉丝、葱炒黄瓜、葱拌饭，甚至还有葱拌蓝莓。难怪超哥回复一时冲动。夫妻俩的日常互动真的太有意思了。网友也在下面吐槽邓超，问他为什么下雨不打伞，超哥表示因为年轻。问他为什么起这么早，超哥表示一般6点，还盛赞他贤妻良母，超哥欣然接受，也是果然没有邓超接不住的梗。